常想，坐牢是不幸的，落在专制中共的死牢里更是一种毁灭性的不幸。在那里最没有尊严，最受欺辱的是政治犯和邪教类罪犯。但从某种程度来讲，在那里关押的谁不是政治犯？开始我也不大理解，琢磨着人世间的道义，人的良知为什么会在一群人中整体消失。渐渐的，终于开悟顿去，不当利益作为一种价值，慢慢的转换了每个人的道义感情及内心的良知，当然亦有别于其他复杂的原因，诸如个人的无力感、被迫的随大流等因素。因为那种环境对人的改变是温水煮青蛙似的，明显改变了，而个人却不得知。明不明白？我爸爸其实一直是不明白的，很长时间都不明白。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我不是一年都不能上学吗？然后我就喜欢坐在阳台上面看书，我爸爸就在窗户的另一边，我在窗户的这一边。那个窗户通常是开着的，我们两个唯一的交流就是我听得见他呼吸，他听得见我呼吸。一整天我们两个都坐着看书，也不说话。然后后来呢，家里面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出事情，但是我会赞成我爸爸一直都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个好人，包括他从小对我的教育。但是到后来事情就越出越大了，就是现实就是硬生生的给了我们两个巴掌。这种时候又在青春期，那个时候又抑郁症非常严重，就会觉得不理解，然后会觉得自己生出了两个自己，一个自己就是我面对媒体的时候我就说哦好为他骄傲，可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就会觉得我真的不明白，心里面会生出很多的疑问。直到我爸爸这本书出来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就冥冥之中吧，就觉得哦这是他与我们的一个交流，因为我想他对我们的爱，他是想透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因为他没有他的方法来跟我们联系，所以我觉得他这本书里面一定有很多想跟我们说的话。然后我就开始第一遍读这本书，第一遍读得很粗略嘛，因为就我的情绪，或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角色，我只能看明白他的那些酷刑。然后到第二次读的时候，我就能读懂他有很多想向我们表达的一些情感。很多人也不理解我爸爸，甚至说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就是抛弃了家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目的不是我要反对共产党，而是他是在履行上帝所谓的公义，他想做一个义人，他想去大面积的就是告诉这些中国的这些人民，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信仰，而我来就是做这个义人，我来承担这样的责任。我当时读懂的时候，我是泪流满面，因为这是一个我寻求了很久很久很久的答案。然后这是一个我看了很多书，与很多人谈话，甚至人生的经历了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一下子就是击中我的一个答案。把我爸爸的这本书的消息和这里面的理念发送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我爸爸的心血，而且其实也实际上确实是他用他的血跟泪把这本书给完成的。所以我希望很多人都能真实的明白中国政府在对他的中国公民做一件什么样真实和残酷的事情。那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真相，因为真相其实是最有 power 的东西。我在部队当兵，然后呢他也是在我们部队，我复员了以后呢，我就要回到乌鲁木齐我父母那儿。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好，让我割舍不下跟他的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在新疆的时候呢，他在新疆的喀什，这距离有个2000多公里吧。到最后呢，他那时候他就开始自学，就是考取律师，是这样。最终他律师考取上，就调到了乌鲁木齐。我从来没反过他，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的真。你看我要举几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些小事情都一直感动着我。有一年的冬天吧，因为北京冷，有时候我们该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卤一些好多的肉呀、蹄子呀、肘子的
冰箱放不下，我们都会搁在那个凉台的那个外面啊，去保鲜。他睡到半夜呢，他就听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食物外面包的那个纸吧，咔啦咔啦的响。他一看到了以后呢，他本能的他就本能的都要屏住呼吸，他觉得不能就打扰了他，让他给吓得给摔倒了。他首先就想，呀，这是一个可怜的人啊。他祈祷着，希望这个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啊。他一直在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穷人，冬天又是过年，冒着风险从一楼爬到二楼去偷这一点食物啊？他总认为他老有这种责任感，他总觉得是这个社会，是这个造成的，是这种对这种贫人穷人的不公吧？他老有这种想法。你看，还有最近，就是最近这三年吧。这也是我先生给我讲的，就大哥家的那个邻居呢，他们是山坡嘛，大哥家住这山坡上面有一家呢，可能是他们家的一个远方的一个亲戚，他半夜他经常能听到一个女的呢，就是嚎啕大哭。他就这么一调查呢，一问呢，说这个女孩呢，她是个瞎子，瞎子呢给嫁到这一家人来了，嫁过来了以后呢。这家人呢就又不善待这个瞎子，认为这个瞎子没用，想把这个瞎子饿死。我先生就给这家人说，绝对不能让他饿死他啊，必须送饭。开始每次送了，这家人吃了，到时候晚上了，这孩子还是哭。到时候我先生就每一次送去了都要看着他吃完，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一想，他自己处在这种阶段，是不是因为在他大哥家吃住，终归是啊。他还想着去帮助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反正我觉得是很挺感动我的呢，真的，我觉得挺感动我的，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个人格的力量吧，这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这就是让我就觉得我不能停下来，如果我哪一天我要有时间了不去做我先生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心里一点不踏实，真的就有时候就歪了。你像他这五颗牙是全都掉完的了，你看这一颗牙的旁边也是掉完的，他几乎大牙也都没有了，可能有的就是上面的这几颗门牙啊。所以您到了我们家可以看，我们家生活很简单，我们的吃饭更简单，我没有心思做饭，我每当一做出来饭，我马上我就没有食欲，我老想起他这口牙，就这一口牙靠喝汤喝粥三年写出来了这么多的文章，比如像麒麟酒吧，就这种情况下他写了不低于八篇公开声援麒麟酒的文章，所以这些文章我也在一直的转发，一直做成了图片才转发，是这样。我想我先生的关注就是我的关注。这在这三年中呢，他一直没有放弃他的一种写作，在这期间完成了他的那个自传，2017年起来中国有30多万字，还有许许多多的那种文章的发表，所以呢，他失踪是可以说是常态了。有时候他每一篇文章发出去了，我都很紧张，有时候就会出现两三天的打不通。电话打不通，当然心里不安呢，因为是在国内的这种压迫下吧，我是家庭主妇嘛，我就很紧张，我就很胆怯。虽然是到了自由的国土上，我心里也是一刻没有办法轻松下来和平静下来。我在国内我是很弱的啊，打压了。我就在家里面就这样子的，在家里面就紧张，我到最后紧张成什么样子了，因为
楼上楼下外面全都是警察包围着我们，我不知道外面的一点消息，我能听到警察到我们家的声音。我一进一楼我就能知道这是警察，我就在家等等着啊，我就能听到一楼到六楼所有每一家人的脚步声就锻炼出来了。不能听到电话铃响，听到电话铃响我就发抖，因为他多次的搜查我们家吧，所以到最后电话铃也不能响，一响我也受不了。我总觉得我先生应该能让我踏实啊，应该给我们，应该让我踏实，应该这是他的职责，啊，我老是这么想。我想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应该能知道我的这种焦虑，但是我也不敢跟他说，因为我觉得他要是有好方法他会给我讲，我就这么想。我们家女儿情绪一直不高，因为她在国内不是一直就是对她的打压，就是警察，她上学必须要坐着警察的车去上学，在学校的时候也是指警察也是跟踪着她，上课的时候警察就坐在她的后面，就是寸步不离的。然后学校老师也经常给孩子们就说，你们不能给耿哥讲话呀，你们上学不能带手机，如果你们这些手机给哥哥用了，你们这就是问题很大，都属于政治事件了。就学校有许多这种类似的，就是说这种情况，女儿就很压抑啊。一次我先生从厨房路过女儿房间，就是就是进女儿房间去取什么东西的时候，看到女儿拿个东西在自残啊，所以呢我先生跟我讲了，我先生就心里非常的难受，觉得孩子上学是理应该的事儿，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的上学就是没有办法，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把我这个消息呢再给一个朋友讲了，朋友就说你在家等着，我们会想办法，是这样子的。餐车设在五号车厢，重联运行时这十六级车厢，一号、九号车厢为一等座车。其实中间的那个人嘛，他只是跟我们讲，你第一步应该到哪儿，你去坐火车，到哪搭，比如到云南。那我们再到了云南，云南下了车了，我在公用电话再给他打电话，我说已到云南了。他说那好，你再坐长途车再去到洪都。就是这么样子一步一步走。有干扰，我们在越南的那时候，越南快入境到泰国的这一阶段的时候被抓住了。哎呀，是挺可怕的。听那个中间人说从越南要到泰国呢，他们会有70多道关卡，我们是应该坐车一步一步一步能到泰国，顺利的话。没想我们才走了10几个关卡呢就给发现了。那这时候这中间人嘛就很着急啊，很着急，就给我们安排了个住的地方，就想办法。最后的办法就是他带着我们家儿子到泰国边境跟我们见面，然后把我跟女儿呢交给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另一批人
我们坐摩托车穿过这一路防哨，都在那山里面，都是那种泥泞的路啊、哦嗯，然后过那种小桥，那个桥就是一个原木搭出来的小桥，哎呀，累得我们有时候过桥都掉到水里、嗯，是这样子的。哎呀，那时候就这么想，不管怎么说，没路了，只有往前走。到最后的时候，也是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以后呢，别人就让我们出示证件，我们就说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嗯，什么都没有，就一直把我们压在那个小草房，那个越南的那种小跟小民兵房的小草房，那些人全穿那种民兵服、嗯、啊，看着是挺害怕的，他们都是荷枪实弹的那种，是挺害怕。那时候我就这么想，主要儿子在我身边，把我送在哪里我都不害怕了。但是我女儿一直就安慰我，到最后也好了，也说。也是中间人吧，可能是花了大量的钱把我们从这个机构给我们赎出来了。想起来这个真是没有任何计划，那时候我们认为呀，也许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让我们隐姓埋名，让孩子上学，我就很知足了。你走走走就走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后呢，就想着去做我先生的事情，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圈子，咱们也不熟悉，咱们也不了解，嗯，也很苦闷在这个圈子里面，因为我不平衡，我不知道先做我先生的还是先照顾孩子，是这样。到最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家女儿的那个忧郁症犯了，就进了那个医院。虽然高升现在失踪了，再多的人非要说让我成立一个声援高智生的一个组织，到全世界去演讲，我也推了，我说的没有时间先做这个。是我女儿第一次在精神病院的时候，那个感觉，走地铁坐一站呢，坐还需要走，坐两站呢就给坐过了，上不上下不下的，我就去走路去。走在路边的时候，再看到那种家家的院子里面，院子都是装饰的圣诞节的气氛。我一想，哇，这就是我们在书中知道的那个童话的世界，那就圣诞节。我一想，我盯着饭盒去到女儿，看女儿的过程，我就那种反差，我都几乎崩溃了。我说，没想到是这样子的，嗯，没想到，为了女儿上学，到了美国这，首先孩子该上学的时候，孩子在医院度过啊。我们就是说要求中国要求中国公布高升下落啊，他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我们主要的说。现在也没有想过回中国去。不去想了，我觉得做好每一天的自己啊，带好孩子啊、嗯，认真过每一天。我试过很多很多次的，我们很明确的答案是我们不能回国。他们把我的名字打进去了，然后就抬头跟我说。这是不可以的，你是不可以回国的。他们就找了一个借口，就是啊，我们一定要你的这些证件。但是我相信，这一定不是理由，对不对？这一定不是理由。他们就是用这些理由来搪塞我，来 you just give me an excuse, just go。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国的。我是试了很多家，帮助签证的那种店铺，都是不可以的。我也去过领事馆试过，是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不可以的答案。所以呢，我是不去想回国的这件事，我就让想让孩子断掉这个念头，嗯、断掉这个念头。如果
中国没有改变的那一天，我们回不去的。我想让孩子从我这断掉这个念头，没想到他在下面还这么悄悄走失。我对我的国家，在我青春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这个政府，因为他们对我的伤害真的很大，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恨的。但是爸爸其实从小就告诉我们，人不要生气，生气就生恨，生恨就生更多的恨，最后就把你整个人都吞噬了。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很仇恨的，提到中国我是很仇恨，就像愤青一样，你不能说中国一点好，因为我觉得中国对我没有一点好。我会觉得我爸爸在为这样的人奋斗，我就会愤怒。但是慢慢的就觉得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要仇恨的其实都是共产党，是共产党让这些人变成这样的，谁生来不是善良的人呢？当然是有很多问题，很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的问题，就是但是这个它跟中国是截然不同的啊。它还是充满活力，一个多元的社会，有各种声音都可以发出，可以辩论。这实际上是最基础的。当然从中国，40多岁才到美国，也有很多困难，要重新找工作，重新学习。过去在中国的所有的这些人际网络，支持系统都没有。在美国，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从零开始。从2013年3月底的这个西单四君子被抓捕，然后新公民运动被绞杀，尤其是徐志勇在2013年7月16号被抓。我们也在积极的帮他找律师，在想办法，去应对。那同时呢，我在香港也有很多活动，在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再后来就是王功权，我8月份和王功权还一起在北京商量这个许志勇这个事情怎么应对。在没过多久，王功权也被抓了。这个时候，香港的朋友就劝我，就是先不要回去啊，如果回去，就100%会被抓。所以我就想了想，考虑家人的安全，就从那个时候就没再回，从这个2013年底就没再回这个大陆。然后就来到美国。但是我的太太跟其中一个女儿就被拦在大陆。啊，拿一个什么呗？再后来就
我的女儿跟我太太就看不到任何离开中国的希望，但这个当局他们就也都很明确，他们就是说，也因为我的原因不让他们出来。后来就决定偷渡，他们就偷渡出来。91年上北大法学院，上北大之前，整高中之前基本上是被洗脑的状态。但是上北大之后，开始接触更多的思想，更多的人物，有一些那个地下出版物，就是当时六四逃亡出去的一些人，他们写的一些回忆，还有其他的一些都是禁止出版的一些书，然后在我们中间就是悄悄的流传。一些思想特别开放的前沿的学者，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呢，有了，然后逐渐的就意识到自己是被洗脑的，一直是被欺骗的，然后这样的话，有了一个新的眼光再看社会，看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政治现象就不一样了，就有更多的批判意识。这是2003年3、4月份，就是孙志刚事件。然后我和这个许志勇、于江，我们三个在不同的大学教书，然后我们就写了一个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去这个要求对这个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这是，然后这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后来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就被国务院给废除，那这个也是被认为是维权运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件。也在这些公共事件当中，法律学者、律师、一些维权人士，他们起到很活跃的、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就有一些人在总结2003年的时候，就把它叫这个公民维权元年。那我在这公门之外，就是在律所，我也是就是介入这个家庭教会的案件，包括这个法轮功案件，和一些政治性，就是异议人士，他们的这个案件，那这就是都是比较敏感的案件，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往前走，不断的在推动。那个，就是那个，就再说吧。然后呢，也同时受到很多的这个干扰，很多麻烦。后来就高志胜、陈光诚，被抓，被打等等，就是到2005年，实际上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当局对维权人士的这种控制、报复，然后对整个这个维权活动的限制和这种压制，就越来越清楚了。我也不是跟他这个就是彻底对抗啊，他有的时候也比如说，因为我很希望能够保住在学校教书的这个教职啊，因为可以影响学生然后有一个这个收入，或者某一些案件也就是我会也受到压力的时候可能也会退出，但是或者说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会选择几个星期啊，或者一两个月就不做什么敏感活动，但是我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所以每次我就退一点点，但是就往前走更多。
04年、05年，觉得我还是，还是可以挽救的。这个，所以他们就还也试图去给我一些好处啊，什么用这些好处来诱惑。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是彻底没法挽救，也很多直接挑战这个政治体制、挑战这个意识形态的文章，包括参与08宪章，包括西藏案件、法轮功案件、新疆的案件，所以这些这个最敏感的案件都有参与。然后到了09年，工盟就被取缔，然后徐志勇被抓，关了有25天。他是逐渐升级，然后这个护照被没收，然后律师证被吊销，再后来这个停课，最后就是绑架、关押、酷刑。关在一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什么旅馆啊之类的，而且你不知道会被关多久，他们也完全不讲任何法律，他可以随时打你一顿，可以无限的这种关下去。那我就是，那这样的话，我家人不知道我在哪儿，而且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去。那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给家人带来这个伤害，这是我最害怕的。那我在2011年也是，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把我们固定一个姿势啊，不从早到晚不让动。当时江天勇还有何阳、唐吉田等等很多人，我们都是后来知道都关在一个地方，然后受到的待遇也都大致差不多，包括艾薇薇也关在同一个地方，几个月的时间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不能写东西，不能跟任何人有任何信息，所以也就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那这种监禁它本身是一个很残酷的酷刑，时间长，哪怕他不打你，光是这种就是剥夺一切信息就可以让人这个精神分裂，让人变成精神病。很心痛，这么好的律师，这实际上是这个中国的希望啊，中国的这个英雄，都被关到监狱，关到黑监狱。哦，折没问题，没问题、啊。对，可以折。国内坐牢的这些朋友是啊，替我们这些幸存者坐牢，替所有的这些维权人士在坐牢。是最早一批这个维权律师，最早推动维权运动，但是在这个镇压最猛烈的时候却离开了，所以这是就是有一种负罪感。那这个其实也给了我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这个责任感，去为他们说话。
个楼啊，叫 National Hall， 曾经做过美国的，美国的对首都就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所在地，整个政对。离开中国就是失去了战场，作为一个维权人士来说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战场，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回到中国，但是我们就是收集各方面的信息，然后跟通过网络和国内的人保持联络，了解各方面的这种动向，关注这些新闻，尤其是这些被中国政府刻意压制的这些新闻，709啊，刘晓波呀，这个法轮功啊，拆迁这些。只要环境稍微允许，我能够回国去做人权工作，去和他们一起去抗争，那我一定就要回去。那如果回国坐牢的话，我觉得，当然坐牢有意义，但是因为孩子还小，或者各种家庭的原因，我还有我自己的这个，工作要做。所以如果回国一定坐牢的话，那我选就是目前的选择就是不回去。两个叔叔一起来，其他一起来，我们要一起开心最重要。 OK，做人权工作是从2008年开始的，标志性的事件是2008年314，藏民暴动事件，当时藤彪在网上，发了一个文章，说要征集律师去给藏民提供法律服务。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人权事件。认识藤彪了，就认识了更多律师。那时候，江天勇律师已经是很活跃了。唐继前律师呢，跟我到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少，也是刚第一次。对对，那个开始认识唐继前律师。我们一提他就答应了。嗯，没了，他本来他老爸。后来就跟这些律师就合作越来越多。然后做了好多案件，给法轮功辩护啊，这个是做的是最多的案件，还有给这个拆迁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也为这个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法律服务。2010年4月份，律师执照吊销了。今天这个会就是主要讨论唐继前跟刘威律师他们律师证被吊销。当时是那个四川省，泸州市司法局给北京市司法局去了一封信，要求处罚我和唐继前律师，然后北京市司法局就吊销我们两人的执照。后来还接了一些案件，但是公民代理。其实我做这个拆迁案件最成功的是一次，是也是执照吊销之后，是广西白虎头村，广西壮族自治区白虎头村的强拆。
2010年10月8日开始强拆，我们几个人，包括有记者呀、维权人士啊，在网上直播。当时有好多媒体啊看我们的这个 Twitter， 然后好几家媒体就进入这个村里做这个深度报道，真是阻止这个强拆，是一时的，不是说长时永远不让他强拆，但是这个政府想让进行这个工程是阻止不了的。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是7年的时间了，这个村民还在那儿抗争，仍旧有好几家没有那个被强拆。村民最终是能是否还会有人真正的就是坚持抵抗住这个政府的这个强拆这个大事，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是有点悲观。哇，我们这一直运气好，也聊着有感觉。当时是美国读书一年嘛，想着是读完书就回国，后来不就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嘛，很多朋友一个个被抓，然后我就想这个环境有所变化，然后在等待时机，就一直在等待，然后就在美国待了4年，是想回国的。就是我的生活的工作还是跟国内人在一起的，我没有真正的去过美国人的生活。我现在就是每天在家办公，很少那个就是融入美国人的生活是没有的，就是没有那种，我也不知道美国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我们的记录看到呢，中国政府是曾经使用过15项酷刑和不人道的对待，包括10项肉体的伤害。这种灾难什么时候能结束？在国内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说那种内心是绝望啊，就好像要祈求上天，怎么还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种黑暗这种暴政啊。那709事件发生之后，这种真是这种想法呀，这种愿望是更强烈了。自从6.4事件以来，香港市民经常都担惊受怕，他们会担心今日中国明日香港。这种强烈的打压，残酷打压，也是因为我们在做事情，我们的事情是让他们这个触动了他们的神经，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大的这种报复。但是的确是没有709事件，任何律师都没有退缩，他们仍旧是关心这个公民社会，关注中国这个未来，他们还是这所有的律师包括这个维权人士还是愿意继续参与这个人权事业的，所以这就是希望。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觉得生活也是很那个什么嘛，有点单调了，就是平时的就是我去上班，然后就去超市啊，然后就有时候接送孩子呀，就这些。
这儿就是想让孩子看看吧，美国的这个大学普林斯顿也算是，我不知道排名第几吧，反正也是名牌学校吧，应该。来美国之后哈，我们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坐什么呀？坐火车，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租车，呵呵，嗯，很多了，很多了，第一次。我能走吗？坐在火车上，我都想起来，在中国，我们有时候就会过年呀，或者是平时啊，有时候看我的父母，或者是去回他老家江天勇老家去看江天勇的父母，然后就坐火车，哎呀，感觉就是挤啊，就是排长队，然后那些人也就是一窝蜂的往里头挤，知道吧？啊，那火车上就是很多味道，知道吧？在中国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受不了啊！对对对，受不了！我再不想回到就是那种状况。我感觉我真的，如果是现在，我真的感觉就是受不了了。当时其实因为我的那个身份已经过了，通过了，是要申请他也通过了，其实他通过了都可以来了，但是又发生这个709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是做这个营救709这些律师的。我说你要考虑你的安全，我说你要真的要被他们抓起来了，我觉得我都马上要崩溃了。我说我唯一的就是说能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呢在这个美国这待着，我这一个支撑就是因为你，就是还有希望，就想着你要过来，我们一家会团圆。所以当时他啊，11月21号失踪那一天，真的其实我怎么说呢，我确实快崩溃了，我感觉到我都绝望了，你知道吧？这一张大的海报是因为他失踪的时候，就是一个给他颁奖，一个组织者给他，然后那边有一张这个照片是我们离开中国的那一天啊，我给江天勇，我们的等于是一个全家福吧，我们是想念他，然后没有别的方式，只能通过就是说看他的照片啊，才可能就是思念，还是思念吧。其实刚开始时候，我是不想离开中国的，因为我在中国也有工作嘛，然后最起码我在想，在中国最起码他要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可以向外发消息去呼吁啊，营救他啊，可以去找律师。但是呢，就是因为孩子当时就是不能上学了，然后呢我的工作也受到骚扰，然后呢他还是也是时不时的会被就是我们家始终就是门口就有人，我们家的这个锁孔还容易被强力浇灌，
就是种种的原因吧，就是这个生活骚扰的太厉害了。考虑到我们俩就是想考虑到孩子的未来，不想给孩子留下这个创伤太多了，所以不得不做这个决定。你在这儿按想说从法律的角度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跟土匪一样，他来骚扰来驱赶你。其实江天勇呢做的那些案子呀什么的，他在国内的时候他是不给我说，他也可能就是害怕我担心他吧。但是呢我也老劝他，我说你不要就是老参与这些事情啊，我说我们这生活受到骚扰了，我说我也想过一个就是正常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我说你去挣点钱啊，我们的生活会好一些呗。律师的精神状况是处于一个持续的迅速的恶化状态之中。你就是再劝他，他就是这种，就是他很执着，所以我就到最后我就放弃了，不再去劝他了。我就2008年那时候来美国做那个美国国会的作证，关于计划生育的那个听证会，去参加了听证会之后，一直什么开18大、十几大的，开这个三中全会啊，或者是外国的这个领导人要访华呀，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是家门口就有人。然后2011年的时候，他被那个不是茉莉花事件嘛，他被失踪2个月。然后去朝阳医院嘛，看陈光诚打了这个耳朵鼓膜穿孔，然后这后来又是建三江的这个事件被打断这个8根肋骨，这就是这持续不断的这就是对他的等于是相当于一个迫害吧。那一年的冬天吧，就是奥巴马访华，当时奥巴马访华，然后就是他去被监禁在家了嘛。然后我那个我身体不太好嘛，我让他去送孩子，就在楼下就被拦了，然后孩子当时下来哇哇哇的哭，就是还警察就也把我给打了嘛。他就你知道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妈妈，我发现你也保护不了我。就是我听了知道吧，我心里特别难受。来到这边之后，我想着我有时间去陪他了，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就是有生活了，各个方面的从等于是从零开始，然后又要工作又要生活又要忙江天勇的这个事情，就是对孩子的这个关心啊教育啊，就是这个时间上很少。现在就是我怎么就是失眠。说白了，我在这个地方确实怎么说呢，一个人带着孩子也很孤独。其实我觉得我江天勇关在那么里面了，其实我感觉我自己跟坐监狱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我可以去超市里去买菜，可以看到孩子。我如果是他的一个朋友，
或者一个他的同行，我觉得他很好，我觉得他干的什么事业啊什么了，我都很支持他。也许就是说，就很仰慕他。但是我作为他的妻子，我真的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他没有给我们安全，他也没有那么浪漫。我有时候在想，我回想回想，我最幸福的就那几天儿，就是他因云被失踪出来之后，被放出来出来就那三四天，他能陪着我出去逛街，接接孩子。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买菜，也就短暂嘛。我说结婚这么长时间，我有时候看到人家外面，人家一家三口四口的，人家一家在美国，人家家里去开 party， 我心里也特别难受。其实有时候在开车的过程中，我都真的，我有个那个想念头，我就想，我也许我搞个车祸，真的不想过了。真的，我想一下子过去，油门踩好，或者是方向盘动一下。也许一切都结束了。但后来还是想孩子小可怜，没有那样去做。江天勇长期受反华势力的渗透影响，逐渐形成了推翻国家。我还是念我们有夫妻感情吧。怎么说他还有孩子？我不给他呼吁，还有谁来给他呼吁？其实想了，他还是这么说爱我们的嘛。我们选择就是说，我给孩子出来。他同意，我也同意，这也是算是他对我们母女的爱吧。
人这么关心你了。我像我们这种人都属于那种远离的对象，哪个敢跟我联系？嗯，中国只有美国人，对，他这里主要的就是美国白人和这个墨西哥人。孩子，小女儿适应的好一些，大女儿呢，因为她有15岁了，她这个，缺乏朋友，在这语言上面，她的学习上面需要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语言水平，她现在达不到，她是有压力的。早上打一电话没打通啊，我觉得他身体是消瘦了啦，那是以前一个大大的肚子，现在什么都肚子都没有，人很瘦了，但是精神还好，精神还好，但是呢，因为是在监狱里面，在看守所关押了2年，所以很小心，很谨慎。对，现在的形势也就是就是那种反正被打压后的那种状态。可以跟朋友一起吃吃饭呢、也可以也可以接案子，当然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开始。可以回家住，就是只是说是全部在监控之下。然后我们家对面呢就是被国宝租了房子，顶上呢装了巨大的2个摄像头。反正在严密的监控之下吧，谢阳。是因为那个陈建高律师跟刘振清律师到看守所会见谢阳，然后做了一个完整的酷刑笔录出来了，所以后面就是当这个酷刑笔录在元月13号公开之后，然后就他们也不让律师会见，然后约谈律师，这个谢阳专案组的人特别特别紧张，然后因为酷刑笔录里面还涉及了很多的这种国宝相关的这种专案组的人员有人把它整理的放到网上点名了，等于是那就是已经是责任到人了，那个时候的形势非常的严峻了，那个几份那个酷刑笔录我都带到美国来了，开始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真的是要离开，因为谢阳的案子我想着还是必须我在国内。过完年之后也放假了去玩，然后呢从广州东站去香港，从那准备坐火车去香港，结果呢在那里时候呢他又限制我们出境，就是把我和大女儿隔离开来，让她一个人在一个房子里面不让我去，同时赶我们说你们走，态度非常恶劣，然后对待我的女儿的态度也是非常恶劣，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对我怎么样我可能还是有承受能力，但是对我女儿要这样的话我真是忍不住啊，那个时候我彻底死心了，我说再不离开这里的话真的是这小孩将来都没前途，那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离开那里。开始是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
但是被发现了，嗯，然后就后面就是一个，一个，反正中国那边的人，装扮成一个翻译，跟一些警察来把我们抓走，抓住了进监狱，然后就需要我们回中国，立即回中国。这个时候呢，就是副牧师，就 China Aid 的人在那里帮助了我。然后正因为我的小女儿她是美国公民的身份，然后美国国会这边就紧急会议，然后要决定立即营救我们一家。美国政府这边，就是他们也在不断的更换他们的这种营救的这种方案，他们很多细节也不便告诉我，我一个有时候大概我都不知道。哦，有人来通知我们，我们可能几点钟要往哪里走，就是我们就那就等到那个时候就走。有的时候是突然之间来，有人告诉我们，哦，你们可能要转移一下，我们就转移一下。我凭我个人能力，我是走不出来的，我真的是每天带着孩子祷告啊。过程太惊险了，就是太，真是没有一般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是承受不了这种恐惧的。到了美国，我们一直，我就来了，可能是三个月以后，我们逐步才克服这种恐惧。我们前面有个 stop 标志，车子每到这就停一下，一停一下我就怕里面来个人进到我们家来。有时候别的人听说我们的情况，然后想来进来看我们，来按我们家门铃，我都不开门的，我怕呀，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对方。我在国会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很恐惧，我们是5月份去的国会，因为那个时候，不断的就是国内的亲人，只要我跟国内亲人打电话，那边就被警察串，他们要把我们串回去。我随便任何人都是这么一个统一的口气，连我的父亲，他这两年出事以来一直跟着我，理解这样案件的进展，他都要串我回去，就说他们把我周围所有人的情况都做通了工作，然后呢要把我们串回去。我当时就感觉到我是有危险的，所以我在国会上也说，我说请美国这边保护我们家庭安全。出来美国，你说没有困难，怎么可能没有困难？寸步难行呢，没有车的时候。语言上面也是个很大的障碍，很焦虑。其实在那个时候又带着很深深的恐惧来到这里的，很多的后遗的这种问题所在。但是这个真的是一切交给主之后，我们心就平静下来了，不焦虑。香的，好香的。我下半年准备去读书，两个孩子们去读书之后，我也去学语言，等语言关，我觉得可以过了，我就去找工作，很有希望，这日子过得就是自己的真正实实在在的日子了。我实际上我在中国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这种希望啊，特别是夕阳出事以后。就觉得完全不是说凭很多生活不是凭自己努力你就可以获得的，你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控制在别人手上的。正像我临走之前的最后一次被国宝约谈，连续约谈了9个小时，他们逼迫我，你可能就没有工作了，你教授就当不成了。你看他把我财产全部冻结，没有一分钱属于你的了，他说要抢走，那他就是抢走的。
是他同意，我同意了，我们才离开的。可能他也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很危险了，说因为这酷刑的揭露的问题，把很太多的作恶者的名单嘛都弄出来了，他们所以这样觉得我们可能会有危险。有什么条件他来美国？这个要把他的这个限制出境解禁，但是现在形势越来越恶劣，我不觉得会把他们解禁近段时间内。太多的人，太多的人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限制出境，不能够出境。你看陈建刚，他孩子上学上不了，王俏玲、李和平他们家女儿也是上不了学，李文卓的小孩也是上不了学。你说这个小孩的这个受教育权都得不到保证，本该享有的这些权利，而且这个小孩享受教育。都是一种家庭幸福，当小孩从外面学的东西回来告诉你说都是一种家庭幸福，都被剥夺了，就这种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是谁给你导致的，但是确确实实的在发生着。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很敞开的是，接纳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接受新的朋友。这 direction 实际上是首先是 China A 的帮助我们是最大的，就是父母师这边，波波父这边。What does the cloud do? Show the direction, show the way. Yes, yes. 去玩了。现在在一个班上玩。那么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也是出生长大也读书，后来呢也参加这个八九的这个学生的运动，那么经历了这些很多的这个动荡，那么最终呢我也是因着信仰的缘故被这个抓到监狱里边去，所以我对中国的这个整个宗教自由和这个人权这个状况可以说有一些切身的体会。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上来讲，就不单纯的只是一个说你口传你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信息，好像传福音，更重要的我觉得耶稣所传递的是一个活出来的一个实践的福音是一个从最小的事情上，并且是关心这些最弱势的尤其是受欺压的这些群体和个人身上。对，一直做下去不会停的。对，我想那个对我们从今现在大就是大大小小的，无论是就是从中国直接营救，还是间接的，还是在美国过来之后我们再帮助，对啊，也应该有个200号人物吧。是不是一定是基督徒你们才营救他出来？那不是啊，你像那个我们帮助陈光诚了，我们帮助这个，其实陈国修教授出来之前也不是基督徒，他也是来了之后，是吧？我还很吃惊，当时他第一次跟美联社记者采访说他是基督徒，我还不知道。对啊，那么我们倒不是说那个以这个针对性对啊，就是说还是以这个危险性作为我们这个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基本上是跟那个跟高律师他们家差不多，就是说是很复杂的一条道过来的，而且的路上呢就是耽搁了很长时间，好多天。我们是在泰国待了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时的时候我的儿子呢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带着，也就是说儿子就没跟我在一起，女儿跟我在一起，所以整个过程的话就是挺艰难的。
就从2006年到这个2017年呢，已经有11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我们家庭就是分离状态。然后呢，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去探监的时候是在2008年的11月份，那个时候。当时的计划是去到国会、国务院，然后白宫，这天天去那个地方去做一些呼吁，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有关注，然后呢让中国政府能够释放郭飞雄。先生面对了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也一定要去，然后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救他的命。去年的时候的那个100多天的绝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对我们来说。以前去梅州的时候呢是找人打，这一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怀疑就是食品里面给他吃的东西里面有问题。长期的腹泻与便血，那大便里面带血，然后要求诊断，也不给他诊断，也不给他治疗。我先生的姐姐，她每次去见他，回来就跟我讲，他就说那个地方，很偏远，这山路都是破的、小的，然后弯弯扭扭，很难去。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讲，他就说你每走一步就看见他们的恶意。然后去见郭飞雄的时候呢，他脸色非常不好。郭飞雄也直接跟他讲，这一次是不是连命也保不住了。所以当时的时候就很大的压力，姐姐就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保证郭飞雄这个能够活着走出监狱。然后尤其是现在今年这个刘晓波的得肝癌，你看6月26号向外界公布的说他是得了肝癌，7月13号就死了，这中间只有3个来星期的时间。他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照片，完全就是皮包骨头，已经消耗成这个样子。其实他以前在监狱里面是体重下降的时候，都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指标，应该去做一些检查，就没人，就反正对这个事情没说法，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样的话，哎呀，我们反正是非常的非常的很有感触。中国政治犯的生存环境太差了，刘晓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就是中国的政治犯在监狱里面人身安全一点保障没有。
他们也是能理解，这个爸爸做这件事情的话，在国内的话就是会受到很大的打压，就是说很小就受到一些牵连了。你看爸爸不在身边，这就是基本现实，但是呢他们也都懂得。就是第四次的时候，当时就判刑的时候嘛，就当时我就判刑的当天呢，我跟我儿子说，我说这个你爸爸被别人判刑了，然后先的时候只有一个罪名，在临时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个罪名。他就说在基本情况下的话，法官这样做是没有这个权利做的，因为他必须有人指控，然后你法官才能裁判，但是你法官不能直接加罪名。我儿子当时就说这一点就是希特勒时期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有太多的权利。这样评论的时候，我觉得呀，这孩子他还是对这个事情的性质定位很好，所以我还是挺好。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很怕我女儿很难过，所以我就没有告诉她。2015年11月28号好像应该是判刑的那天，第二天的时候，晚一点的时候，我女儿就打电话回来了，然后呢，她就直接还没有开口，只叫了我，还没开口呢，就哭了。就说就说大家还是都是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反复的不断的这个被迫害。主张宪政民主嘛，主张新闻自由啊，捍卫言论自由。他基本上就是说那种思想很先进的那种，就是说就是为了这个社会有公平正义，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想法的那种人。他是一个老师，他也给其他的学生讲这些东西。其实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吧，就是专制和这个人民需要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权利。有很多人也是有懂得的，但是因为政权太残暴，然后呢也太强大，他没有办法跟他那个，所以他就保持一种沉默状态。但是这个变化肯定是要人去追求、去努力。他把这个作为一种 mission 一样的，就是当时一种使命一样的去做。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没有人说，你说你叫他别做，他能做得到的做不到。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就是能理解他，也是比较支持他的，因为我也知道这就是一个正确的事情。首先呢，民主的一个前提就是司法独立，用司法来约束政治权利，让他不要来约束边界，不要侵犯公民的那个政治自由和人身权利。他就说我们自己包括这些村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们把他们抓进来，这些村民那么多的人被抓了，所以他当时也自己觉得应该是的，有一些责任呢，所以就觉得自己应该能够想得到的方式来抗争，能够让政府能把这些村民都放出来。所以他当时节食节水59天，这个是这个是非常辛苦的那一次。
他自己也跟我说了，这个是他之后到了接近59天那会儿，他的身体都已经非常大的损害。在广州他也是遭受了很多的酷刑，但是他是林口供也没有那个，但是他们后来把他送到沈阳去了。我们都知道沈阳那个地方非常的黑暗，沈阳的这些警方就给他用这个电刑，而且是电的这个特别的地位，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要不然就他就只能这个按他们的说，那就是只能，要不然就身体都毁了，对不对？所以是非常能理解，他就没有办法，所以这种完全就是靠酷刑制造的一个冤案。怎么处理这个压力呢？你自己？基本上你说能有什么处理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处理，只有承受它，不是吗？基本上就是这个现实。所以说我真的很能理解那个刘霞，上次的时候那是他弟弟也被判刑，他就说2个11年，他当时刘晓波判刑11年，他的弟弟被判刑11年，他当时说到，他说2个11年把我压垮了，我这真的能够理解，这种过程非常的消耗人。我还是这个一个基督徒，那个时候呢，我经常去教堂，带着我的两孩子经常去，那个当时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朋友，一个女的，沈牧师，就是当时东山口教堂的一个，这个，然后那个牧师也挺好，我们经常有一起祷告。我们有心想帮他，但是我们没有力量，只有主耶稣基督，你是他最大的依靠和力量，求主保守他的身体，也保守他的心，让他们能够早日的团聚。这么多艰难的时刻都是你跟我一起，真的非常感谢，就是主在帮助你，上帝在帮助你，我都没有做什么。谢谢，好好好，谢谢，好，走吧。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生活就是的，就是都有很多艰难，但是就是都是要充满信心。然后比如说你忧愁，你忧愁也是一天，你快乐也是一天，充满信心也是一天，那么我还不如充满信心，对不对？因为有很多事情你就是不能解决。2014年的7月1号，香港去生养我的先生之后，我就被边关了，一直到2016年也是被边关。后期的时候呢，只是通过试着就通过了，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后来的时候呢，办好了那个美国的签证，直接从香港那边过到，来到了美国。来了没多久的时候的话，我丈夫唐金玲的他姐姐去探监的时候呢，广州的那个国宝呢已经追到监狱那边去警告了他，警告就是说我到国外去是什么组织啊，我是以什么方式去的，在国外的话呢跟着这些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给我扣了非常大的一个帽子，说要我回家投案自首。我只是说替我先生您讲，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呢？
我只是说真实的来为我先生去发声，为呼吁我自己的丈夫早一点回来团聚而已。我这个不是从中国带的，我这个是在美国的时候买的。我到美国了之后呢，一直想拿这个扇子作为一个声源，但是呢在美国没有找到，最近才找到这个扇子。而且呢这个扇子呢用来写字的时候很方便，那我这把扇子还没有写上我自己声源的内容。我们当时是有三个家属，当时有四个，后来也有其他人加入进来的时候，就在这个扇子上写上自己丈夫的名字和声源的内容。我在美国来了之后呢，也有其他的声援方式，我有在国会去做听证，也大致的向这个国际社会和中国的这个社会的一些民众呼吁关注我自己的丈夫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我们是1998年结婚的，我们是在1996年的时候认识的。我跟他认识还没结婚之前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社会的这些一篇文章，被发现了之后，他被迫从一家大的事务所转所，转到另外一家事务所。到他后期接案件，他会被逼迫不能够在东莞注册。其他的地方就是番禺的其他地方也发生过改选，但是呢就是没有说成功的，就是甚至没有开始进入那个法律程序嘛。后来在2005年太子冲案被失去律师执照，这些一连串的事情让我更多的会了解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上他们真实的发生在我家人身上，或者说发生在更多的一些访民或者说这些人的身上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唐金玲当时也是跟我讲了，说我们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被逼迫这些问题。我已经只是简单的考虑了，也是简单的想，只要是以后碰到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去真实去面对它。但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去面临的时候呢，确实经历很痛苦。我最早期接触到国宝的话呢，就是因为我先是因为代理太师冲案件和这些案件的时候，被国宝会去打电话要去传唤，口头传唤，或者是说遇到敏感期的时候的话会被监控，他会被询问。到2008年的时候呢，我国宝到我单位里面去去找到我单位里面去，我被迫失去工作。2011年末的话，我也是被他们强行关押了5个月，被带到外面，我为我先生去做声援，我被强制失踪，后来被关在自己的家里面与外界隔绝5个月，而且呢我没有办法跟外界取得联系，连自己的亲人也没办法见。他们就在第二法庭里面，我在外面，然后我猜他们是不是在里面开庭前会议，我就想靠近那个门，结果门口有个法警，他不让我靠近，然后他说你去别的地方坐一会儿。2014年1月22日，许志远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23庭第一次开庭审理。那个时候许志勇开庭，我是作为艾老师给他提包包，他是说没有人去给他提行李，因为他要扛着好几个摄像机要去拍摄，那个时候呢是也很危险的，许志勇的那个庭审现场四个路都不让走了，被看管得很严，那个时候非常紧张，
所以我跟他一起去走过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同。习近平是刚刚上台的，所有的政府上台之前，他必须要公示财产，但是他们已经上台，还没有公示财产。今天我们在这儿就是要求习近平以降的所有共产党官吏要公开财产和国际。我只是通过这些途径，就是跟艾老师出去跟他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通过这些事件或者我亲临这种比较危险的一种场地，让我自己有了一个胆量的一个锻炼，对这个律师行业的更多的一些认识。徐志勇是这个民族的良知，最勇敢的人。这句话为我今后我可能会走上后来2014年我会被走上七一去游行，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原因在的。香港相对来讲的话，言论自由是比中国是不一样。中国是没有说有媒体敢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有人敢大批的可以站出来说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自己关押人表示一下意见，或者说在媒体上来表示。那香港的话呢，是不同的。香港是有这个空间还在。因为我当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建议我说我回去了可能会被过抓了，建议我说到美国去，但是我那时考虑我说就我先生在那儿，而且刚刚被关，而且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我也没有想更多。所以我就一头扎进去了，我就坚持回去。我自己也深有体会，自己被关押的这个情况下，这个通过法律途径你确实解决不了问题。那个当时的时候我被关押也没有什么法律的文件给你，所以我自己也体会到，那我肯定在这个之后的话呢，我也知道发声的重要性在哪里。要是有人跟我发声，因为我自己被关了，我要是说有人跟我发声，我自己也会感觉到会好很多。那我真正跟他们去做一个见面的时候，也就是709家属一年的时候，在北京我跟他们一起去北京的最高检那个控诉投诉，就是递交材料。那个时候他们709的家属的话，王孝林、李文竹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家属一起去做控告，通过一种比较很活跃很开朗的一种方式去争取维护自己的家里面的权益和自己的权利。他就是个门神嘛。为啥呀？为啥来呀？别挨着我。那你这是不是通道嘛？他们确实因为在北京，所以关注度会很大。你给我个理由。好了，但凡的难着我不进，你再试试吧。咱们俩各是各的事情。咱俩控告的不一样。那他们自己也很勇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在美国做了一些宣扬我先生的一些活动，也参加了这些颁奖，那样我也不能够评判我回国之后会面临什么一种状况。我还是会去回国，只是说现在目前的这种国内的形势情况下，和我自己做的一些宣扬工作的话的话，和目前的这种实际情况，我可能会做一些延迟回国的一些举动而已。我觉得离开能够自由的讲话，能够自由的做事，这才是对。我觉得在当时，当然我在长医院也是收到很多来自不同观点的朋友的电话，有的人劝我留下来，有的人怎么样。我觉得我要留下来的话，我现在可以基本的判断一个结果，那就是至少是在监狱里。我在这个大学主要是做研究，主要是人权方面的，中国的人权，这个自由，网络自由，需要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去西班牙的时候，中共竟然派人偷偷的把一包老鼠药放到我们家厨房的这个厨子里，靠近我们面粉的地方就放在那儿，嗯，以及多可恶。最关键的是，我并没有停止和大陆内部的朋友保持联系，跟中国很多网民呢保持联系，这个可能使得中共非常的恐慌。我原来呢基本上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呢我有时候也会通过网络给中国大陆的人做演讲，最多的时候一次现场的听众能达到50,000多。所以说现在的网络时代，中共想把人民控制起来已经根本不可能。我在这要特别感谢咱们在国内的有几个朋友，有几次我的这社区媒体在分享出去以后呢，我有时候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呢又收到一些视频，有时候打开网络。当然有人可能说啊，中国也在封啊，也在控制，是他从来没有停下过封，重新发给我。可是和中共的这舆论上在网络上斗争永远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样一种较量，只要你想办法，中共就封锁不住你。如果中共能封锁住我，当年他就不需要派这么多人把我们强行用人对人的方式，用以多胜少的方式，以群殴对付我们一家的方式来把我非法拘禁在家里，就说让你就没法做。中共极尽煽动，挨家挨户到老百姓家里就告诉他，哎，你知道陈光诚是干什么吗？他是美国的特务，他是这个，他家里有电脑，你们知道电脑是什么吗？电脑就是你原来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国民党用的发报机啊。也没有煽动起老百姓对我的仇恨，没有做到，以后就只好拿钱来雇，拿钱来雇，雇了很多周围邻村的善良的百姓呢，人家了解到具体情况，因为我这些年来做的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很多人去了干几天人就不干了，人家走了，人家不赚那个没良心的钱，他们就原话就这样说的，我们不赚那个黑心钱，我虽然穷。中共啊，不是不想重新发动文革，不是不想重新利用人民来斗人民，他从中渔利，但是他很难做到这一点。
啊，很多老百姓现在我觉得这种觉醒还是令我非常高兴的，老百姓内心的这种是非观念认识是非常清楚的。我觉得流亡的状态千差万别，这个没有办法去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然这个呢，我也明白有些人在国内就会说，哦，你们在自由世界，你们没有危险，你让我们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没有道理的。首先这些人在国内之前就已经实践过，用自己的行动去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很多人为此都坐牢被打，大家都坚持过来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我们是处于不同状态的一种不同的分工状态，很显然这些人不是不想在中国国内继续做，而是不能继续在中国国内做，只能通过别的方法一起做。中国一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就是要需要一部分人不断地去承担两个时代之间的落差所带来的痛苦和磨难，然后让更多的人觉醒认识，从而去行动，从而去抬高这个社会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要求，这个社会才可能发生改变。中国民主的变化全部都寄托在一个几个走在前面被中共投过监狱或者重点监控打击迫害的人身上，不能这样。